is World Tai Chi Day. Let's celebrate by sharing one world, one breath. 我谨代表罗伯州太极健身总会居銮仙会向各界全友问好，云养太极，快乐传递。好，首先我要恭喜罗伯州太极健身总会居銮仙会成功举行今天的会演。居銮仙会呢已经20多年在居銮，然后有很多太极爱好者也可以在这个平台呢常常进行练习强身健体，所以要鼓励大家呢能够参与居銮仙会的活动，也感谢居銮仙会为居銮的民众提供了这个一个健身的一个这样子的平台，也祝贺也希望接下来的这个世界太极日所有的这些准备工作汇演还有录影呢能够顺利的完成，祝大家身体健康，也希望居銮成为一个宜居城市，谢谢。